你误会而已 ，OK。我们接待小金门的这个。你误会而已，我先试我的相机。蔡师傅，好久没拍，好久没拍金门美食了。好，这今天是我第一次来，然后我先看一下这个。还是生颗。也是80块很可以。面线就是这种离岛中的离岛，还有办法吃到这种。它这个哈，你要点的要注意看，它面写加蛋孜然，你要把那个你要加蛋的话，要把那个圈起来，加蛋孜然那边圈起来，老板你还知道？这边好吃好吃。第一次点不懂，所以没有加到蛋。这一份是70块，加蛋是80块。嗯，对，这个肉排好吃。这个是肉排饭。肉排好吃。哦，我拍你哈，肉排好吃嘿，啊。看把你再吃的啦。嗯。它油就很干净，看。啊？它肉很嫩。我要转过来吗？怎么变0.8了？我可以瞧一下吗？它肉真的是很鲜嫩。变成0.8去了。谁变的啦？好。比较好吃的，还比炸鸡还好吃。在大金门找不到这么好吃的肉排，想不到在我们离岛中的离岛还有可以吃到这么好吃的肉排，真的。像去高雄吃的那肉排，其实差不多这个价钱，可是没有这么好吃。它有感讲究，就是，在高雄就比较感觉比较脏一点，它这个很干净。嗯，这正觉算是蛮大碗的，70块。没有。它面线怎样？他的面线是细的哦。我偷吃一下，你看他面线，老婆会变线，还有加芋头，很厉害啊，真的很厉害，这边。不错，这个好吃。哦，好吃啊。好吃啊。欸、很厉害嘞，这碗。干嘛？你们已经吃过了，对不对？这碗怎么可能卖60块？在炸鸡门。70块。我说。哦。你的理解的意思是说，这碗吃你看60块，然后再加蛋70块，这边写这样子的，哇！你看错了啦，这个很可以，真的。我付钱的时候呢，先生没有教我啊，哇！理解能力啊，什么？哦，这么贵，1200多块的吧，好不好？好。金鹅很小颗，而且现在冬天呢，鹅很小颗，很瘦，比较薄，超粗啦。嗯，冬天那个夏天就很大颗，我就不敢吃了。这样不是比较吃小颗了？对。那藕不错，是啊，把这门子藕吧，不错吃。一口，吃下一口。嗯。一口。来这边吃，哎，这件这个藕蛮新鲜的哈，藕新鲜呢。哎，这边我很推荐直接筋。那再看，再放一点肉丝，有没有看到？嗯。一点菜，一点肉丝。迷。就看你跟我们金门大金门煮的那个感觉不一样。不一样，不一样。我觉得这间好吃。那整体那个饭的品质、素质，我觉得蛮不错的。回去我那个，Google 评价给他5颗星。OK， 好了，我们今天结束了，这期的明天欢迎订阅哦，拜拜，再见。嗯好，好不好？拜拜，再见。拜拜，再见。拜拜，再见。我喝他的汤。来，嗯。汤都不错、哦，他那个汤那个有中珠，对不对？有中珠跟那个什么葱啊什么，这个鸡皮白饭好吃。嗯，好，就介绍到这里了哈、哦。喜欢我的影片哈、哦，欢迎订阅哈，拜拜，再见哈、哦，拜拜。好，换你了，换你，拜拜，再见了，拜拜，再见。